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娟子。今天我弟弟和妹妹要去上学了，然后他俩想让我给他包一下书皮，等会儿看看怎么包，学习一下。被子那先啥的先数啊。之前帮我包上书呗。总啊。哎呀，我都好多年没有包过了，我都快忘了咋个包的了。我给你试试吧。好的，今天一个月了，这是你捡的呀。俺小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薯片，俺都是用那种肥包子。用肥皂纸包的。我还真没有包过这样的，我也是学习学习。娘，你的书拿过来了没？这样这个边儿也不会烂了。这有一点烂了，二飞。没事。这是我刚刚撕烂的不？不是的。哎呦，真的是太对不起你了，二飞。给你不小心给你弄烂了一点点儿。没有包过这样的咱呢。你好，善解人意啊。好，成功一个，可以吧？可以不？